就幸福呀，兄弟。对，这会儿该享受享受了哈。水煮牛蛙，馋嘴牛蛙，对对对。确实啊，我觉得最幸福的地方就是说，哎呦，这样吧，曾小弟就希望以后是怎么样的生活哈，回家有热热菜热汤，能吃饱就行，有人关心就好，这就是曾小弟觉得幸福的一点哈，幸福的一点。所以小妹你小妹的家人呢，她父母在外地工作，她哥哥在我店里面上班哈，最近调到成都去了，调到成都去工作去了。那你就娶小妹啊，娶什么小妹，我现在对小妹的那种喜欢不是那种喜欢，喜欢她要分很多种。现在小妹我们互相就是说，他把我当做他哥哥来对待，我把他当做我小妹妹的对待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所以说一定要理解我们，哈，理解我们。现在就是说，算是亲人哈，算是亲人，嗯。小妹肯定也喜欢我呀，她怎么不喜欢我？肯定也喜欢呀。嗯，感谢大家右下角点赞，能不能在三秒钟突破一万？家人们，还差60个，3、2、1，哈，到了，哈哈。那如果别人娶了小妹，你不难过吗？想听实话吗，家人们？想听实话吗？想听实话的你们扣个一好不好？想听实话的你们扣个一。兄妹情。哎呦，家人们，可不能乱说，可不能乱说哈。想不想听小弟心里面到底怎么想的？想听家人扣个一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想听。我哭怎么？如果小妹是这样的哈，家人们哈，我也说一下我心里面的一个想法哈，家人们。小妹无论如何哈，至少说对于现在来讲，我们有认识了一两个月了，是不是？小妹呢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女孩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哈，相信你们都了解小妹。小妹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女孩啊，特别特别善良，特别特别诚实，而且很单纯哈，没有经历过什么世面，这是实在话。如果说小弟，哎呀，如果说他能找到一个对他好的，小妹也喜欢的，小妹确定能够让他们带他过一辈子的，那肯定这小弟也是祝福他的，也一定会帮助他作为他的娘家人，这是实话。娶小妹是我的福气。哎呦，这东西怎么说来着哈，还没有到那一步吧，还没有到那一步吧，准确来说我和小妹的关系还没到那一步哈，还没到那一步，现在就只是很单纯的兄妹关系而已，我对他好，他对我好，就是这么简单，是不是家人们？嗯，所以说郑小弟这样给大家讲，你们应该能够明白吧，能够明白吧，是吧？还泡他，你看家人们，你看你们说的嘛，小妹只能好好去疼他，是不是？好好去关心他，怎么能说去泡他呢？可能性很大，那是可能还分很多种呢，是不是家人们？那可能性很大的说，那也不一定呢。你这样摇他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让他热的均匀一点。人家嘿，小妹，做菜是这样的哈，我跟你讲，容易要爆炸，上面全是水，你得找个东西擦干一下。我都没有筷子去。那东西取了也得要负责任啊，兄弟们呐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呐，那东西可不能乱说哈，可不能乱说。小妹跟我俩呢，走一步看一步吧，那种有东西我们都没有往那方面去想。我们俩吃得完吗？不
冲！小妹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有有有！来来来，这儿，快快快！也是的呀。你怎么不带这个呢？有你都不用，你是不是傻瓜？你说。没事了，这个。有火关了吗？关了呀。嘿，人不大一点哈，岁数不大，还知道控制火候。你们看哈，家人们，这个自己榨出来的菜籽油。炒出来的回锅肉，你们看颜色，我的天哪，都特别好看，应该很好吃。小妹这回锅真的是有一手的。要放豆瓣酱吗？要放啊。这什么豆瓣酱吗？牌子没有了。这是自己做的。嗯。小妹她哥哥你们一直没见到过吗？那前几天小妹哥她哥哥回来了呀。家人们你们没见过吗？有多少人没见过的呀？有多少人没见过的？我为啥跟小弟你们在一起？我有这么多话说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很多东西可能就是说缘分吧，是不是？城里面去买的，我去给他买的。上来带点这些东西嘛，见过胖。哎呀，也不是说胖。你们看这小弟胖不胖？这小弟胖不胖？我跟拉虎差不多的，我跟拉虎差不多一样胖，是不是？嗯。你不是差不多吧？我哥哥比较胖一点。差不多都差不多呀，体重都差不多。嗯，还真差不多吗？我的天，家人们，你们真的是，这我有这么胖啊，小妹？没有啊，你比我哥哥差远了。在其他直播间我字都打不出来一个，因为什么哈？因为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可能这些东西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，是不是？啊，家人们，人与人之间的缘分问题。小妹，嗯，你现在这身打扮你知道像什么吗？像，是不是很丑呀？嗯，真正的贤妻良母。所以说无论任何人娶了你哈，是他的幸福，是不是？小薇不说话，一说到这些问题，小薇是不说话的哈。嗯，小妹是特别特别文静的一个女孩，真的特别特别文静哈。小妹很旺夫吗？从哪个地方看出来有点旺夫啊？小妹，我以前听说旺夫的人都长得特别特别胖。你知道以前古代吗？古代是以什么作为美丽，你知道吗？是以胖，胖，对，越胖这个人越胖他越好看，越胖越旺夫。哦，是这样子的呀。那我岂不是太瘦了？对，那你岂不是太瘦了？你瘦吗？你觉得是瘦好看还是胖好看？嗯，我觉得还是刚刚好。哎呦，小妹说话真的有语言艺术哈，有语言艺术。小妹是我喜欢的那种吗？是啊，我很喜欢小妹啊。我很旺夫，家人们你们说错了没有？我很旺夫，我旺什么夫？我一个大男的，我一个男的，我旺什么夫呀？优真的哈，家人们，优秀的女孩没有谁不喜欢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只是说喜欢，此喜欢非彼喜欢。小妹，我也喜欢你啊！快快，小妹，给你表白了，快！
谢谢哈、啊，谢谢哥姐叔叔阿姨们的喜欢。看清了没有？哪个呀？玉金奶奶呀！哦，玉金奶奶，我眼有点花了。交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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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了。你离远一点，真的。嗯，我是没事儿，来，我帮你，你不要放什么佐料，我来吧，我来帮你吧，我看你。可以放佐料了，待会儿就干了，干了就不好吃了。有可以，然后再干一下，不要紧。就这样了，来来来，放，你要放什么佐料放？嗯，那你先让他们我自己放。嗯。你放进去，我来给你下就行了，你放心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嘿，嘿，没事。你看，放姜，放豆瓣酱，哎呦，还要放什么？你蒜不放吗？等一下再放，放。嗯。还要放什么？来，我想吃，想吃就吃呀，来吃呀。你们看小弟炒菜的这个手法怎么样？来，起锅烧油。等一下。哦、不是起锅烧油，是起锅装盘。我肯定会做呀，我从以前当服务员，然后慢慢干到厨师、小吃，什么都会做一点。来，盐、味精。哎呦，来。来，我放多了就不好了。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嗯，好了，好，盘子呢？等一下，先把蒜末放进去。蒜都还没放啊？对呀、啊，蒜是最后来放的，我说。哦，小妹做菜讲究，小妹做菜挺讲究的。来，我去拿个盘子来。刚刚煮肉那个盘子不是吗？哦，对对对。笨蛋，太笨了你。对，很正常，谁不喜欢小妹嘛？谁都喜欢小妹。来，我来吧。来，哇，小妹，我闻到香味了。是吧？但是很遗憾，有个东西，什么东西知道吗？什么呀？老天爷，米饭都还没好。没事，那就放着，等一会儿吧，放马上就好了。嗯。色香味俱全，真的，这道菜哈。这一道菜这样，家人们，你们先吃，先给你们下饭吃，下酒吃哈。我、哦、天，我的天哪，这个辣椒都是小妹自己种的，哇！除了这个猪肉，那全部都是我自己的。嗯，小妹不喜欢放白糖，像我弄回锅肉的话，我就要放点白糖进去。我不喜欢放白糖。走吧。等一下，我把我这个调料收拾一下。你看，小妹好勤快，你看。嗯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好温馨。正好倒杯酒，倒杯酒喝。玉奶奶，你要喝吗？你喝不喝？你喝，我陪你喝一杯。你喝不喝呀？感谢。感谢送的粉丝灯牌，感谢送的粉丝灯牌，不说就是默认了。我默认，哎呀，没有哈，没有，没有谈恋爱。妹妹，我妹妹，这是我妹妹，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，这个是莫小妹，我妹妹。我喝呀，我已经都吃饱了，吃饱了还可以喝。这样，所有家人们搞起，待会儿喝一点，很正常。小妹，嗯，吃了饭最后一起弄不好吗？没事，看着不舒服。看着不舒服。对呀。咱们出去把那个把桌摆上吧。嗯。
哎哎呦呦，在外边吃吧，外边挺凉快的，行不行，小妹？嗯，还是在这儿吃，这儿吃饭好一点。嗯，小妹哥哥很放心，那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们都认识很多年了呀，我们认识两三年了。对，在外边吃饭比较凉快，今天天气也特别特别好。正好给你们换一个位置吧。哎呦，哎呦，小妹，你坐那儿吧。好，这样大家也可以看到风景嘛，风景也挺好看的。你的脚都掉了。是吗？不是吗？什么事啊？什么不是呀？小妹哥肯定很放心我，而且小妹也很放心我呀。咱们两个是属于哪种哈？亲兄妹关系。他说我比他哥哥都对他好，去吧。他说我比他哥哥都对他好。感谢家人的点赞，感谢点赞哈，感谢点赞。空气很好，我不瞒大家说哈，你们自己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什么东西哈。你们可以看到这儿吗？这儿是干嘛的？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地方干嘛的？你们知不知道？有没有家人们知道这个地方是干嘛的？还有对面还有一个瀑布，看到没有？还有一个瀑布，美不美丽？哇，好漂亮！对，这样说你们就能看到了。还有这边，家人们。这边这个房子干嘛的你们不知道吗？有没有家人知道？已经有人猜对了哈，已经有人猜对了，这个地方不是人住的哈，是一个羊圈。美不美丽？哇，你看在我放进了之后是不是特别特别漂亮？小妹的羊还在吗？肯定还在啊。我的天，再给你们看下这个，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哈，这个石头鬼斧神工，你们看它像一个什么东西，看到这个没有？